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，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咱们这里啊，继续啊，来看这个三国战记的一个这个群雄争霸不同吧，选择了一个这个张合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呢是继续用这个暴击的套装啊，来吊打吊打对方小老弟。现在呢，手里持的是一把毒剑啊，疯狂的揍这个大妹子。好，清掉完第一波兵以后呢，现在是视频的把游戏的倒数第二关啊，来到了游戏的第七关啊，游戏一共八关，然后呢，士兵上部呢打的前六关，这里呢一个小必杀清兵啊，然后呢再用这个毒剑一顿这个抽这个梦幽，最后呢这里继续，什么玩意打我下方，没瞅着啊，开抽就完了。这里呢将平 A 战技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好、啊，连续的平 A， 吕布登场，小招有点快啊，然后呢咱们这里接着 A， 啊接着扒了。好，扒拉倒了这个吕布带的这个轻骑兵，啊，干倒！哎，这是貂蝉带领的大妹子，一亮剑啊，直接把这帮大妹子给他撂倒。然后呢，还剩一个老妹儿啊，咱们把老妹儿呢给他抽拽。最后继续毒蛇阿斗，然后走一个必杀啊，用这个一顿这个飞舞清掉了一众毒蛇，然后一顿这个锁链抽阿斗啊，这个张合打阿斗都有证书的。好，这里呢是梦幽啊，这是梦祸呀、啊，无所谓了，抽他，劈电的铁链子往脸上招呼。好，再次抽倒，然后来看到谁了，招这个老黄盖了。这里呢一丈尖轻小兵，黄盖呢差点人死了，黄盖这里出暴击呢直接就没了，扔个青灯啊，把自己血量补回来。然后看看到啥了，哎，这位置夏侯渊来了，夏侯渊、吕布还有司马懿，抽他们，今天就完事了。平 A 战技啊，名不虚传，可怜的扔给你偏一吧。好，这里接着抽，一顿平 A， 先死的居然是吕布，紧接着呢反手就是司马懿。这个夏侯渊有点造纸，但是造纸了。这里呢是托马斯盘旋，然后加一个踩，死了啊！开俩必杀庆祝庆祝。好，死了之后呢，这里有个大巧，咱们呢就换好火箭抽大巧啊。这个人这个平 A 呢还是高度是抽大巧是正得劲，正得劲啊。咱们来看，这个平 A 抽大巧确实是正得劲。这里来了，是吧？正好是巧的高度，但是呢，巧的血量有点高啊，因为这里开的是六倍 BOSS 血量啊，这当时老板点播的，这个幸走来了，老板，这血量是有点高。然后这百合折呀，这玩意儿，过个百合折，咱们这里呢是准备动物属丑啊，变成了一个鸭子，好，放出这个鸭子，火箭对不对口？感觉伤害一般呢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，抽一波，然后这里呢再回头再抽一波。OK， 这样的这个鸭子成功抽倒，成功抽倒，抽倒了以后呢，咱们准备呢捡一个啥吧，捡一个这个下边的这个金剑啊，咱们来看看金剑的效果怎么样。好，把这每一个剑都捡一捡，捡了认真下来啊，下来的话金剑在哪儿呢？在上边的这个太极图。然后呢，你得有个工具人队友，咱们呢找寻这个老工具人了，马超。过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左边的树一直在动，是吧？等这个树呢倒计时结束，这把金剑就出来了，必须得两个人踩啊。或者两个人以上，好，这样呢，咱们把这个雷神锤消耗掉，换了一把金剑。OK， 咱们继续往前走啊，前面一路小兵就不看了，咱们来看这个 BOSS， 这里那个必杀成功躲过诸葛亮的大水。好，躲完大水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抽的就完事了。还是用毒剑抽啊，一会儿再用金剑，不着急。好剑不怕晚。好，这里呢毒剑一控啊，木火匠登场，哎，这老头你又在造了。好，反手抽倒了这个黄忠，最后呢继续往前走一道。好，来了，这里呢马上登场一众 BOSS 啊，这就是找啥呢，打黄帽的感觉。小的时候你玩黄帽这么玩，就给那怪都堵到屏幕里边一直 A 啊，我小时候玩黄帽的时候这么玩过啊，就是打，尤其打第四关坏人打不过去的时候，一眼就堵着揍就完事了。虽然说呢不是一个好套路啊，但是呢小时候倒数第一啊。好，这里呢咱们就用这个套路，应该是吧，堵到屏幕里磕。好，抽倒了这个夏侯、陆逊、张辽、许褚、傻狗、梦幽，哦不，这是梦幽去了，这个沙漠科、曹家兄弟，好，全部抽倒。然后每一怪都爆一个这个小包子，吃完加血，然后再抽司马懿吧。抽司马懿自然是爆剑啊，咱们选择扔给女神医，然后呢换成这个爆剑，好，开抽。40多安吉血的司马懿，哎，这怎么抽不着呢？这玩意儿，你给我听，好，抽着了，快抽，一个小皮鞭。好吧，三个小老弟抽死了。OK， 这样呢一套小皮鞭，然后呢 AB 追 D， 这个玩意儿实话实讲就有点这个不好，这个抽完几招一式之后呢底下都血，完了就 AB 追 D， 完了再抽，再 AB， 再抽，再 AB， 没了。
好，这样呢，来到了这关的收底 BOSS，咱把隐身衣捡回来，8个隐身衣了，有点少，不太够用。好，随便换把金剑啊，这个金剑的话呢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效果，效果一般吧。OK，咱们来看曹操登场，飞沙走石的效果。好，六倍血量，直接呢是60吧。这位置呢卡一本书啊，然后呢这个一顿这个跳台杵啊，卡一本书，说看见了吧？飞沙走石，右边的这个冰、石头、电、风、火啥都有，这个属性，这就是这把金剑的效果。然后呢，配合上这个卡的这个风珠，咱们呢就可以一直踩。咱们踩完八招一式风珠打一下，又可以重新连招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曹操死的非常的憋屈啊。好。咱们呢继续游戏的下一关。现在我不知道他这个需不需要爆气来触发这个金钟会关了，感觉应该不用了吧？那这里呢，摁 AC 加气，西游记效果是否进入第八关？摁 C 选的是。好，这样呢，咱们进入第八关来干一干群魔烂舞。OK， 群魔烂舞登场，出门呢，咱们用莲花清了一波小兵，然后呢，给嫂子一顿这个托马斯加四六 A， 可以看到这个连招呢，这个伤害呢已经是完全步步偏 A 了。这个平 A 战绩确实是命如亲手啊，因为你打连招的，就你看到这个平 A 看不上，平 A 的输出呢是连招比不了的。虽然说平 A 也是连招啊，现在这个确实是较为小单调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累积血，下一波呢是吕蒙，吕蒙呢出门呢给了一个电啊，雷公助你，雷公助你也没用啊，雷公刚过来你就躺下了对吧？雷公助你你也得有体格顶啊。好，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这帮巧不好清，扔个张小鸡儿，然后呢这是一个马超。咱们再给马超一顿劈鞭子完事儿。哎，你看这下山也看不着，这个踩下山，这伤害就是不行了。下一波黄盖，给个亮点。好，托马斯打起来，四六 A 贴近脸，下山 A 转起来，再来一个 A， 再下山 A， 没连上，被葫芦转了，给个亮点死得了。哎呦，还不死了。好，之后呢是一个地图 BOSS， 一个金色的飞船。还是略有造纸的这个金色小船，给了我两个玻璃屋子，反手咱们领是选择卡一本书，和你我俩敌，小书一卡，金剑一来，向流打法开始踩。可以看到是吧？这个省流打法还是，哎呦，剑嘛，这不是给他打左边去了，这样省流打法不省流了，咱们这个再往右扒了，好，又打回风里了，那又开始省流了，好，继续省流。啊，这个金剑一打，对面一算个啊！啊，这个金剑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打武神不能那啥吧，不能跑路吧。这游戏我玩的很少。OK， 这样呢拿下了这个小孙权啊，一中加血一吃，咱们呢试马直接走人。下一个画面，这画面呢出门是两只大驴，他们有必杀，先躲一下，然后呢反手一顿这个毒剑脚铁链子一顿抽啊，这个人呢反正 PA 就是长啊。好，全部都抽到位。看到这个双 boss 一只多带走了。好了，继续往前。前边呢是一个沙漠科啊，也是个变异沙漠科，给一个小必杀。之后呢下山 A， 再下山 A 再钻。好，托马斯下山 A， 下山 A 托马斯没连上啊。之后哎，这沙漠科还有必杀啊？好吧，无所谓了，给他收死啊。还有必杀，小伙子挺能四八。然后毒气清一清这帮小弓箭手，然后呢没躲过貂蝉妹子的小爱心。好，这里呢接着 PA 啊，拼 A 呢把这个貂蝉抡倒。好，抡倒之后呢，吕布要登场了，吕布生气了，这是貂蝉先动的手，跟我其实没关系，我得给吕布解释解释，他媳妇先动的手。好，这个位置呢是火箭在手，飞盘起手，1、2、3开始抽。然后这是真吕布，这好像不能那啥。这里我爆了一个气啊，爆了一个 ABC 的气，不是爆了个这个，对，爆了一个摁住开始键 ABC 的气，说是攻击力、防御力呢各涨1.5倍，但是没太看出来呀，实话实讲，不知道是不是眼神有毛病还是咋的，感觉涨的不是很明显。攻击方面没太看出来，防御方面呢因为没挨揍，所以说也没看出来。这里呢是利用鞋子的三段跳躲过吕布的这个飞沙走石。然后呢在吕布劈雷的同时，咱们呢就把他抽倒了。好，这样呢咱们给他带走以后啊，第一场景都是吴国的 boss， 第二场景都是这些中立国的 boss， 然后呢这个场景呢就是魏国的各种怪。首先登场的魏延带铁甲，然后呢给魏延一顿这个波流乌等给抽倒。OK， 抽倒之后呢继续下一个登场的是关羽了吧，黄忠啊，黄忠也出场。好，也是老套路。黄龙带了一堆弓箭手，这里马超带了一帮这个轻骑兵啊，这应该属于这个西凉的是吧，也给他抽拽了。
好，抽出来之后呢，继续往前。关羽带了一堆炒菜兵，看来关羽是管后勤的。好，把这帮炒菜兵拿下。OK。张飞啊，张飞的话呢，带了一帮水兵。好，继续子龙了。哎，子龙这里带了一帮这个棍兵。好，子龙出门还是有一招的，挺厉害，给子龙抽倒。之后呢，有青灯啊，等会儿再用吧，估摸着应该是死不了。哎，这是这个狗赵云啊，一个小必杀把这帮铁骑兵干掉。赵云呢？哎呦，这里给了我一个大必杀，好像是给我干复活了吧？我这灯是自己用的啊，无所谓了，那么地方。好，这样呢，抽到以后呢，前边啊是诸葛亮了，咱们呢用一个圆桌骑士的防御啊，顶住了诸葛亮的这个必杀，然后呢抽掉了一众的大虾啊，再把诸葛亮的给他是吧击杀。OK， 搞定。诸葛亮完了之后呢，是这个刘备了啊。刘备呢出门呢，咱先上他一招啊，上他一招之后呢，一个风书卡住啊，然后呢继续省着打法。完了，省不了刘啊，这地方不是那啥呀、啊，这地方不是墙啊，坏了，省略不了了，省略不了，给他引过来吧。这里咱们用这个毒箭开始拼 A 吧，这不以为右边是墙呢，误会了 ，I'm 有点 sorry。好，这里呢硬挡了刘备一下，主要就是为了让他进到风里，看看着，这都是细节，高手的细节，然后开始踩，但是没用啊，这个地方真是不行啊，还是硬头的吧，确实是不行、啊，没有一个位置，那这里呢只能是这样了。哎，好，都再次倒地，这里是骗个暴击啊，可以看到残血骗个40包。啊，底下46包，变46包之后呢，咱们呢这里暴气毒箭开始 A， 啊，这个毒箭可以暴气 A 啊，这里呢大家都一顿冲，可以看到呢这伤害好像有点高，哎呦呦，这伤害好像真加了，这点五，看到抽阿斗是明显的下去，嚯，这阿斗这掉血啊，可以看到确实是加了，然后呢我这位置呢是前期防御的时候呢阿斗死亡出错招了，我刘备拉过来了。给一个毒气，他自己出风里了，这不赖我吧 ？OK， 然后呢，给他毒气追地，再给这个刘备扒拉死啊，问题也不大。刘备扒拉死以后呢，咱把一众加血吃一吃，咱们继续往前。那这里呢，这个蜀国、吴国都到了，跟魏国了啊，做一做魏国的各种将领。首先呢，登场的是曹彰带了一帮老弓箭手吧，一顿拼 A， 送了归西。哎，这是这个曹丕啊，给了我一个全屏暴风雪，有点东西。好、啊，又来一个全民暴风雪，你要是不玩啊。然后魏国这帮怪跟之前不一样啊，他这个剩一个 boss 的时候啊，他就过来下一波，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带走。这个呢是虚云，应该按这里的设定就是这个虚晃的姑娘吧。然后呢这个虚晃给了我一个这个大砸啊，咱们呢给一个金鹰灯，最后一个灯用掉了。好、啊、往前走，前边杀狗，神杀狗还是抽他，哎，有点东西。然后夏侯渊，然后这里提前铺个毒气，但是夏侯渊没过来，比较机智。咱们的走位，好，把杀狗抽掉，夏侯渊呢倒地了。咱们来看，这里是来谁？司马懿，司马懿，这里呢用小必杀清掉了一众那个毒蛇，然后啊扔个粘脚筋儿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夏侯渊干的，夏侯渊还有拿火的。扔个隐身衣吧啊，实在是没啥了，现在就剩七八个隐身衣，8、9个动物图了，太够用了。最后换一个暴剑，就随这个司马懿，然后来了一血张辽啊，张辽只能七星剑打，这张辽还真用不了别的，不能连招，不能干啥，只能七星剑抡。这样呢，咱们用七星剑把这张辽也给抡掉啊。扔掉之后呢，往前走，换了一个毒剑，调了一个动物书啊，选择扔了个隐身衣，成日历啊，把这个成日历拿掉啊，成日历带烤串来的，顺便跟个大狗没毛病是吧？平时行军打仗带着他们走啊，然后呢这个饿了就吃狗。OK 啊，之后呢许褚带了一堆这个大胖牛啊，带了一堆大胖狗也没毛病啊。最后啊这个曹操带了一堆老牛，证明他自己比较牛。你看这带的挺科学啊，感受不错。然后呢小必杀清完牛之后，给这个曹操呢拔了死来气了。OK 拿下，然后啊火箭，因为等一下要来大巧了，咱们的这个。火箭打大巧，这里呢是一帮大狗直接抽掉啊，50多万血的大巧，这血量是真厚啊，暴气抽吧，要不然抽半天也不死。好、啊，这里暴气以后就不用防御取消了，就 A 就完了，可以看到给怪的 A 定着了，看不着啊，这暴气确实加伤害啊，现在我看到了，之前你对比一下我抽那个开头那个巧，你对比抽那个巧，你看着我这暴气确实加伤害，确实是，撑不起我。好，这样呢都抽完之后，咱们呢就进入了游戏的这个啥了，就是这个最终的 boss。 我特意留两个这个书，这位置 AC 一行把 COG 的加气给挪进来了啊， AC 一行加气，吃满加血
好，咱们来看里边，里边呢是这个武神最终 BOSS 啊，六倍血量应该是有个70多万滴血吧，12万8，70多万吧，76万8啊。咱们这里呢直接一个风书，然后卡住，最后好像卡大了啊，没事，再扔本风书卡住。好，卡住之后呢，咱就扔个动书啊，给他整进来，来打进来，好，开采，省了个打法，开始踩，踩就完事儿。暴气踩啊，暴气踩伤害肯定是更高啊。看一眼啊，哎，这不行啊，这有这个电催我呀。好吧，再来个暴击。OK 啊，这里的话呢，因为它这个背后啊，背后这个头还是有点造纸的啊。咱们这里呢扔个雨前衣，再爆一个气啊，把它踩进来。你给我过过过，你给我过来了，弟，嗯，你过不来了，怎么？哎，给我过来，它顶着保。好，这里一个锁链有速配，它这个金剑的话呢，打这怪呢，这怪就不会那个强变那啥了，不会那个强制还手了，可能金剑有点克制的效果吧。但是这个金剑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不太好用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再次进入了省流节奏啊，就是踩踩踩踩踩，疯狂的踩。好，踩掉这怪呢，是得有这个1/3的血量了。OK， 继续。啊，他这里扔了一张，他扔这个东西还没打着我。那这样呢，这个武神就被轻松踩躺着了，还在踩啊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起不来了。那咱们干点大事业吧。看他这个剑排的挺齐啊，咱也照着这剑这么齐的排一排，一把、两把、三把、四把、五把，好像没有他排的齐，该说不说，差点意思。好吧，这样的话呢，虽然没有他排的齐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游戏也算是简简单单就通关了。这个游戏的话呢，本身的难度确实不高啊，主要呢就是各位娱乐来的，尤其呢我又开了这个休闲模式，啊，就当变态四伏爽一把。好，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。如果呢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记得帮我点个关注，再给我来个赞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